张教授，文化大学德文系系主任张家尊教授，他是留学德国的，你知道吗？全世界研究灵魂学程度最好的就是德国和英国呢，这两个国家对于灵魂这个机会有很用心在研究，所以张家尊教授也是一样。哦，他出了一本灵魂学的书，有看过吗？有没有人看过？看过举手一下，不然哦，两个人看过，两个三个人看过啊，这个要研究灵魂的真的是不多啦，哈、哦欸，但是还是研究一下，死了才不会应用的比较好，哈、哦、，OK。他说以灵魂学的角度，哈、哦，人来这个人世间呐、啊，是来学习的，学习上辈子你学不会的，所以没办法突破的，就是来学习，嘿。所以你千千万万不能自杀，你这次自杀，嘣，就死掉了。死了之后，你的灵魂到另外一个空间去之后，你到那边又是想不开，想不开很懊悔，懊悔之后又拿枪又嘣，又死，然后又醒起来，醒起来又开始懊悔，哈、哦，怨恨，然后又想不开。每天都要自杀一次，这是你走不过去的。当有一天你来当人的时候，你还是走不过去。嘿，我举一个例子，有一个女孩子，她谈恋爱，七代哦，七辈子哦都失败，七辈子都自杀死亡。她如果没办法去突破，她没办法遇到各位老师你呀、啊，去拯救她，她下辈子来投胎还是怎样？还是谈恋爱还是失败，你没有感觉吗？一个人的婚姻幸福美满和你的漂亮不漂亮是没有关系的，是不是？是。你没有感觉吗？离婚的人都是比较漂亮的，比较潇洒的，有没有感觉？有没有？真的，你可以一个教授来看，就是长得很正那个才会离婚。那他为什么会这样？为什么会这样？好，以色来养人者，有一天色衰，色衰啊哈，这一段的婚姻就发生问题了。但重点不在这里，重点在你生出来潇洒，生出来漂亮，从小人都夸奖你哦，你好美哦，你好漂亮哦，你怎样？每天一辈子都在听好话，听好话。自然而然就养成了，你就比较娇养，哦，任性，你哦抗压力就比较低。那长得丑丑的那一种哦，从小的那种土，这个丑小鸭，那丑小，啊，你给看看，看这个土嘛，这个土土安尼，哦，长大之后有人追他哦，他一下就答应了，哎，讲啊，你竟然你怎么这么答应呢？啊，去的时候。啊，去用砍啊，被打了，打了啊，唔敢讲啊，先话呢，啊都啊砍啊，啊肿都怎么肿起来？啊都去用砍啊，啊这样砍啊，无啊，啊都迄个啦，安尼，你来讲啊，买啦，安尼得啦，无要紧，过过得，几工就好啊，几工就几天就好了啦，就这样，嘿，所以有时候也很难讲啊，因为那个忍耐期一过去吼，有时候就好了呢，你相信吗？你相信吗？相信。啊，这个潇洒的，这个漂亮，你没有感觉那些电视在播报那些什么，反正那些富二代、富几代啊，都是起的都是很漂亮，有没有感觉？有。啊，都冻玫瑰龟缸，冻玫瑰龟年呀，都冻玫瑰都挡不到三年嘛，对不对？啊，都已经有够摆设啊，拍摄啊，你知道吗？搁大家那么够红听啦，安尼啦，就是这样。你要相信。人的相处婚姻确实有缘分的高低，但是缘分的高低不管它是善缘、恶缘、内缘都没有关系，只要透过你的修炼，可以将善内缘变成善缘的，有仇可以不报嘛，是不是？有仇可以不报呢？你为什么一定要报他呢？万一你报过头了怎么办？哎呀，对呀，经文有个女孩子很漂亮。有个男孩子很潇洒，这个男孩子也很好，女孩子也很好，两个结婚之后不好，
不好。他先生看到他太太哦，看到俩公了，看到的安尼做，反正这就是要来报仇的，你听啊，就是这样。啊，结果这太太常常被打哦，啊就没办法，啊就问准，一直问问问到最后，有个高手就提醒他：你看你长得这么漂亮，你先生也那么好。从那里找出你们缺点也找不出来，但为什么会这样？我真的不敢相信呐、啊！为什么会这样？那么我们暂时假设，哦，这是一种负债好了啦，哦，搞不好该还就还嘛，啊、哦，你回去哦，就买一个扫把，扫把哦，扫把，把那个扫把中间那个叫什么？那个棍子抽掉，这个棍子要拿去藏起来，知道吗？啊，这个扫把哦，买十个就放在门的后面。啊，你回来，你老公回来，你还是送毛巾。老公用毛巾呐、啊，他、啊、拿了毛巾，那、啊、就拿了扫把，可能就要打人了，一打下去，常常打，哎，打到有一天呢，她老公也是真的要打的时候说，啪个手酸啊，打到手酸了，就不打了。从今以后。这个老公看到他太太哦，越看越漂亮。他说：“我以前怎么会打你呢？你那么温柔体贴，我怎么打你？怎么会这样呢？抱歉，抱歉，抱歉。”这样，后来这个女生就去跟当初指点他的这个高人呐、啊，说：“现在不打了呢，你教我那个方法有用呢？啊，为什么要用扫把啦？啊，说这个扫把，一只扫把大概有200株的那个小竹子，对不对？哦，就打一下就200下嘛。”打十下就2000，对不对？哦，打100下都多少？200乘以200多少啦？40000嘛。啊，他说，几次的负债全部还掉了，还掉了。万一如果多打一下，还可以要回来200。哎，那时候你就不要拿，你要拿那个扫把那只中间那一只，全部要回来，全部要回来啊！哎，所以说最好。透过人的修炼，把你的冤欠解掉，不要报，知道吗？知道吗？不要报，哎，不要报，应该要透过人的修炼，将孽缘变成善缘，是可以的，是可以的。真的，我就是在修炼这个功夫，我就在修炼功夫，我就在修炼这个功夫。真的，我就是知道我的婚姻、我的身体、我的事业，我的好几个功，我都非常清楚。非常清楚，这一路上出来，就有人说我们家的男人真的有修、哦，这样就不错了，对不对？人是可以改变的，人如果没办法透过修炼，那来这里干什么？来这里干什么？他第一点，第二点，如果你没有透过修炼，你做不到，你站在台上讲话，你不会不好意思吗？是不是？是。所以你看，经过七辈子都发生这种问题。还有，这个我曾经讲过，澄清湖畔有一个女孩子，3点多想要自杀，结果台北有一个营造商破产了，也想要去自杀，这好奇怪，人要自杀看到别人会自杀的时候，也要去救，你知道吗？这个男生看到那个女生，心想啊，三更半夜，那小姐，三更半夜在这里干什么？没有了，睡不着在散步了。散步三更在这边散步，被你吓到了，你知道吗？头发又没有梳好啊，那个女主角没有了。我本来想自杀了，为什么想自杀？我男朋友把我抛弃了，我没有他，我活不下去。你几岁认识他的？我18岁认识他的，18岁认识他，没有他你活不了。那18岁之前你没有他，你怎么活过来的？心想，对的，我以前没有他，我还是活得好好的，啊。当那个元神，那个女孩子元神回来之后，这个女孩子问这个男生啊，这先生，这个三更半夜你在这里干什么？又没有了，我也是来散步的，散步会吓死人的，散步。然后跟他说，因为我开营造厂，的景气不好，周转不灵，我已经破产了，我没有产，我活不下去，我也是想要来自杀的。那个女孩子就当下很自然就把他回忆计划，说你没有钱活不下去啊。你妈妈生你的时候，你有带钱来吗？那个男生说：“有，对的，我没有带钱来的，那怎么活？也活到现在30几岁，就这样。”
哎，两个就做好朋友，同病相怜，哈、哦，互相珍惜，就做好朋友。真的，像这种，等于说表示说他这一辈子还不该这样自杀死掉的啦，是不是？他还不该这样自杀死掉的，他的命还不至于这样。在三更半夜黑遇到贵人，真的是用语言不能形容，自然而然，哈、哦。不该死的时候，真的是还是不会死，还是不会死。哈、哦，啊，该死的时候，神仙难救，无命人。哎，一个谈恋爱失败的女孩子，爬到树楼要自杀，要跳下去的时候，啊、哦，刚好一楼下面有人在卖粽子，一个小姐说：“蚂蚱，蚂蚱啊！”她心想说：“哦，在那边不好意思跳下去啊。”她走到那边要跳。当他要跳的时候，又想到说：“哦，自杀很可怜呢，不要自杀了。”他就晃来晃去，想想啊，不自杀很痛苦，就冲下去。刚好刚才这些卖粽子那个也刚好推到那边，蚂蚱啪跳下来就化，啪就死掉了。刚好压到这个头，压下去就这样死掉了。哎，后来这个跳自杀那个女孩子被我抓去关起来。这个卖粽子的哈、哦。到第三空间的时候，一定会告诉我，你也给我蚂蚱两个讲好一条安尼哦，安尼画一个蚂咧。应该如果他没受伤，应该就没啊。所以哦，不要期待明天，一定要把握的每一个当下，知道吗？把握的每一个今天，把握的每一个当下，只要你肯认真，一定都会成功。你看这一次我们的社团竞赛29期。这二十九期一路上走来哦，头都低低的，不敢抬太高，啊，这是想不到，啊，受到他们29期的社团呐、啊、的争气，哦，这个林云和他三个小孩，一个儿子，两个女儿，女儿唱歌，儿子去上去用那个 reverb 啊啵啊啵啊啵啵，啵啵啵啵啵，啵啵啵啵啵啵，啵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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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明明都没有看到东西，但是就是有那个声音配出来，结果这次评审六个给他第一名了。像这样，你看，只要你用心，不管我们的气大小，你还是会成功嘛？是不是？对不对？对啊。你刚才看我表演，说实在，我上去你就没有机会啦，你知道吗？我还是会两声、三声，我还好几声呢。只是说现在年纪大了，不想表演那些，以前什么声音都在装哦。OK， 好，这些给你感觉到，因为。人的这种灵魂频率它是会产生共鸣，产生共鸣的。我们在一个房间里面用两台的钢琴，你弹 A 这台钢琴，弹 A 这台啊 ，B 那一台啊，同时会跳，那个键盘同时会跳，它会产生共鸣，产生共鸣，这是一种共鸣的。那灵魂呢、啊，它也是一种共鸣，灵魂它也是一种共鸣。当你喜欢喝酒的时候。你喜欢赌博的时候，你吸毒的时候，当你患上这些，你要改掉很困难，因为你在喝酒的时候，自然而然，你的灵魂家族那些酒鬼啊，他会来靠在你身边，他就喜欢闻这种气，就闻鬼，他是没有喝你的酒，我们拜鬼神就是一种。气而已嘛，他就喜欢你那个气。你看一个人30岁来喝酒，喝到60岁，人家会讲你是什么？酒鬼哦，还没死就轰你是鬼哦。30岁来赌博，赌到60岁，人家说你是什么？赌鬼哦，就把你轰了。反正你还没死，人家就把你轰死，你是鬼呀、啊，变成鬼啊！你看为什么这些人他啊去换到了这些不好的习性之后，为什么那么难改？因为他那种家族那种磁场自然而然就会产生了那种人在你周边，那都是靠一点气，他在那边凝聚。你看那个蚊子小蚊子都会凝聚在一起，有没有很多蚊子都在聚在一起，那个时候在聚气，那相对的也是一样。当你在喝的时候，你越喝就越喜欢了，说酒一口都不要喝，只要你一喝下去、哦、喝一口就好了。请问有喝过酒的观众们做个证人，酒喝一口之后会喝一口吗？嘿，
那个赌博说哦，那赌一场就赌下就会赌一场吗？对对，不会的。那个、酒一喝一下去，一口一下去，他就有第二口，有第三口，啊，有第一杯，有第二杯，有第就是继续下去，喝到自己没办法控制，就会这样。那赌博也是一样，就赌到很不甘愿的时候离开，赢的时候离不开，随便赌，赌到最后都又输回去了。哎，那时候越赌的越大。那其实不是，是周边的那种灵魂家族就投看在你身边，他是先看你赌，先看你赌，先看你吸毒，先看你喝酒，这就是灵魂家族，这产生一种家族共鸣，家族共鸣的相助了，好的也相助啊，不好的怎样也相助，也相助。所以当你在渡人成全人的时候，当你在讲道理给人家听的时候，当你在做好事的时候，自然而然就有那种人，他就有那种家族，就会凝聚到你身边，有形与无形来帮忙你完成这件事情。你有上台讲课，应该你就会更加有经验。一上台，滔滔不绝，自然而然就有那种灵魂家族来把你加灵，叫你讲什么？就刚才你讲一下，又想到那个自杀的，想到那一个，想又一直，他是自然的，他一直跑出来，就灵魂家族从你的电脑里面的仓库把你的东西调出来给你，帮忙你调出来，自然而然的。